酸哦。手串，手串，手串，好酸的！你是喝到毒药？这是农药吧？我们这边怎么会有细说台湾的人？阿雄，你这边眼睛，真的酸。那这个客家人，他一定喜欢醋。你怎么感觉在喝高粱？酸哦。手串，手串，好强酸的！你是喝到毒药？这是农药吧？我们这边怎么会有细说台湾的人？阿雄，你这边眼睛，真的酸，你喝是懂真的。来第二位，就顺过去了，嬉皮笑脸。不要笑这么大声。怎么状况？你真是有点羊癫疯啊！我们给的是毒药的。一个比一个 over 哎，怎么选啊？然后这里好酸，哇，这次很特别哎。这三个好难，这个最夸张。这个我看看看看看，要打打脸哦，打脸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啦？你怎么了？你亲了你眼泪，是亲了你眼泪，你都还讲什么？对呗，你还讲。好，你被打一次，你决定谁？你决定那种事？你觉得谁？谁？我真受不了。你又没喝醋精，你眼睛在跟人家红什么？我觉得很感动啊，他们演得好好哦。也不用讨论啊，因为讨论不出什么。那你会测输哦？你不要管我，让我想一想。你会选择犹豫了，你会选择过，而且倒是都过。该你了哈！对啊，他是虚有输还是我们要那个？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。宝宝应该是吃到了，宝宝是不是？我觉得他也吃到。对啊，其他两个米泽跟对佑生，对对对，这两个。但佑生他笑完之后，他后来有点陪到这样，所以应该是米泽的。所以你偏米泽？我觉得是米泽，按你嘞。好，那就米泽。米泽。好，今天这一组完全没有战力了哈。去，考回来。现在不能换哦，不能换了。啊嗨啊！有很酸吗？你觉得？啊，真的那么酸啊？鱼翅膀，来啦，放快一点。他不是应该是吃到吗？我是宝狼吧？不可能吧？果然是宝狼。宝狼流眼油哎。老板。